人拢有需要休困的时阵啊，就亲像讲迄个青少年的发育期有无？啊，人一直大汉，安尼骨头就会酸，啊，就需要休困。你是讲啥？啊，就是郑群义即摆嘛是安尼嘛，伊对你的感情一直咧大汉，所以伊骨头就会酸，就会痛，所以伊就需要休困。这是啥物比如啦？哎呀，慧玲，啊，你都知影我的意思嘛，就是让伊一个人静静的休困一下，啊，等伊充电充好啊，伊自然就会转来做工课啊。嗯，哎呦，功能难搞。哼，吴家宝，那是你啊，我不是叫你走啊。林小姐，啊，顶个迄个问题哦，我有甲我妈讲过啊，伊叫吼，佮你参详一下啦。啊，无啥物好参详的啊，你走啦。是你莫生气啦，我甲你讲，你着看我妈面子上吼，佮我参详一下。我甲你讲，我若是讲无成吼，我妈会生气，啊，若是不生气吼，伊就会变老，啊，变老我就。啊！我甲你好好讲。哎，淑珍啊。迄图吼，都交你啊！啊，你吼，再替我去关心一下郑群义。嗯，好啦，我知。请。拍摄吼。哦，这个郑群义介绍这种的好美金，那是对啊，唔对啊。你讲要甲我好好参详，安尼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伫咧这段感情内底真正想要爱的是啥？就男女朋友啊。啊，成为男女朋友了后咧，你真正想要爱的是啥？若是讲我无法度让你想要爱的，安尼咱到最后还是会分手的。你讲的是啥物意思啊？你敢会当讲较白？譬如讲，我伫咧这段感情内底，真正想要爱的是爱，啊，佮有安稳。啊，不过你想要爱的是囡仔，对无？迄是阮妈妈的意思啦，啊，应该嘛是我的意思啦。那假使我无拍算要生咧，虽然我佮会生啦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生。你敢袂当接受？这我嘛要问阮妈妈看卖。你敢袂是连今仔日内裤穿甚物色，拢爱问你妈妈吧？嘿，我真正有问嘞，你哪会知影啊？吴家宝，你敢会想喊嘛？我几岁啊？啊是讲你会来跟我相亲，嘛是你妈妈的意思？对啊，啊我妈妈会敢讲哦，真正足好个呢。啊我大个朋友哦，拢是去替我拣的。啊个有啊，顶个去恁家哦，毋是有炸烤鸡，嘛是叫我炸啊。啊个有个，我大概约会哦，爱穿什么衫哦？家宝。我感觉哦，你是一个足趣味、足单纯，人嘛足好诶。啊，不过咱真正无适合啦。你会当去找别个查某囡仔，都莫伫我身躯顶浪费时间啦。林小姐，你哪雄雄安尼讲啊？因为吼，我真正无法度去爱着一个啥物代志拢要问妈妈诶查甫人啊。就安尼啊，我先来啊。林小姐，你敢毋当稍等我一下？喂，妈，我拄啊甲林小姐参详过啊，伊讲伊会生，啊，不过伊即马还阁袂生啦。伊阁讲伊无法度甲一个啥物代志，拢爱甲妈妈讲的查甫人。我咧想哦，伊应该是要甲我分手啦，我敢会当答应？好，我知啊，慢慢再见。你妈妈是安怎讲的？我妈妈讲哦，我会当答应你的分手了。那呢，我先来去啊。虽然咱今日分手，啊，不过这顿我妈妈讲哦，嘛是要我请，你莫客气。家宝，搁听我一句话好不好？
若是你真正想要结婚，想要找一个人定落来，你试看卖后盖谈落来的时阵，先卖甲你妈妈讲，好不好？多谢你的建议啦，我来跟妈妈看卖。